我们去吃鸭子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不要！拿下衣服，帮我拿下衣服。干嘛呀？哎，美女，你怎么当着我老公的面脱衣服啊？哎、你有想法吧你？我里面穿了打底裤的，你不用担心嘛。你这个人怎么不在家里话好了？哎，你还看什么呀？你赶紧走开呀、啊、你！你都不懂事，美女，不是我想说你，你看这商场门口人来人往的，你这样子你形象都不要了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我家里有个管着严的老公，我要是穿得太好看出门的话，他都不让我出去的。那你老公格局都没有打开，这么小气的男人，你还要他干什么嘞？你不懂，那是我老公爱我的表现啊。他怕我穿得太好看出门的话被别人拐跑了，他就得当成单身汉了。那你这样说我就能理解了哈。不过确实也是啊。不过你刚刚，哎，你刚刚穿那裙子的时候肚子不挺大的吗？这衣服裤子是还蛮显瘦的耶，你那大肚子去哪里了？我肚子还在这里呢。我这裤子高腰头的，一提起来全部能遮能盖。你这衣服裤子我还蛮喜欢的，这么好穿，要不你脱下借我试一下？你看我170了，这个肚子哦，一三层两三层的，你要不要？你这个我能穿不？给我试一下呗。啊，我刚穿上的呢，而且我140斤，我这个你肯定穿不了呀。但是吧，我这里刚好有一件，我是准备买给我表姐的，她跟你的身材差不多，要不你穿上试一试？真的吗？是啊，那你先试一下嘛。行，你帮我看着点啊。好。美女，你这裤子买的好哎，版型不错哟。你看，穿起来显腿长、显腿细不说，还有弹力，穿着一点都不勒。我这个大肚子啊，也全能遮起来，加绒加厚的，保暖的同时啊，又不显臃肿，还不错耶。你看看，你现在跟刚才判若两人的，还有一条上衣，你一起搭上吧。行。这个衣服也不错，还有弹性又宽松。可是你这么好的衣服裤子在哪买的呀？就在这个直播间呀、啊，我这条裤子加绒加厚的，才90块钱呢。哎呀，你还挺会买的耶！看你穿的这么好看，我就送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谢谢你啊，美女。